接受军方表扬，他是黑鹰正驾驶叶剑仪，多次参加搜救任务，不但飞行经验丰富，表现也相当优异。2013年，中兴航空一架直升机前往玉山执行运补任务时，意外失联坠毁，机上三人不幸罹难。当时负责吊挂作业的海鸥直升机驾驶员就是叶剑仪。登山客意外坠谷，直升机抵达准备救援。2013年卡罗楼山难，海鸥驾驶也是他。从官校91年班毕业后，总飞行时数达到2651个小时，包括莫拉克跟梅基风灾，他都曾出动救援。做22下俯卧撑的活动，关怀退伍军人，起立，开始。自拍影片做伏地挺身声援退伍军人，他是另一位不幸罹难的副驾驶刘正富，平时热爱运动，体格相当壮硕，就要守护彼此的牵手，一辈子的承诺。2018年才参加军方的联合婚礼，跟爱妻步上红毯，感情非常甜蜜。上尉刘正富是官校101年班毕业，总飞行时数达到536个小时，想不到结婚一年多就发生不幸悲剧。那目前的呢，他们当时报的天气啊，都是在云高是3000尺到4000尺以下，能见度就是非常良好的。国防部暂时排除天后因素，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史上级别最高的一次空难惨剧还有待厘清。但平时救灾救难的正副驾驶，如今成了空难事件主角，让同袍家人相当不舍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